李明新春联欢，慈济志工同心协力布置。舞龙舞狮，春联分享，年味十足。我有这个活动，我希望我们能够跟李明更亲近，让他们了解到说，哦，原来在我们的左邻右舍，慈济人就是在我们的身边。 拉近距离，建立感情，志工希望邻里能守望相助。像是过年期间，新凯路发生不幸瓦斯气爆事件，在地志工就能提供及时援助。这次新来里的气爆，慈济人啊，虽然是在过年阶段，但是我们及时给我们的乡亲很多生活上的协助，包括是就医，或是我们一些的衣物，或是心灵的抚慰。 慈济他在办的活动都是导入正确的路，给我们一些李明在走。这个构想很好，我马上就答应他，然后跟我们公所借场地，联合我们周边所有的里长，然后大家共同来响应。轻轻的挂在我们的手上，为自己、为家人和社会祈福，新春增添祥和氛围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李丽萍、谢千晨台北报道。